是。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也试两个了。我也是。我们来到了美食节目。嗯。这是一档美食节目。今天我们吃的这个。但很酥哎，看起来样子很酥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上面有烤焦了的那个奶油跟焦糖，撒点绿色的葱，然后中间口感感觉上是有 cheese 跟肉酱，然后是的，在锅上煎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，10分钟烧焦了，啊，2到3分钟左右，我们是锅巴吗？那我再咬第二口，看看有没有馅。好，让本美食家来吃一个、嗯、啊，中间有颜色，有中间原来是有午餐肉，有午餐肉 ，OK， 让本美食家来尝一下。午餐肉很浓啊，那是烟熏的那个熏肉。酥里带点咸味，咸里带点甜味，咸带点甜味。听着点幸福的味道，我觉得就是这个菜色最大的特点。嗯，很少。观众朋友们，下次要来吃。为什么那么好吃吗？因为是奇哥给我们带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其实好不好吃是奇二。雪中送雪中送包，是这个心意，我觉得。嗯，是雪中送包。那你马上吃完哦，拜拜。还可以，但是就是有点干了，咬不下，咬不下。这个适合早餐，嗯，早餐可以吃这个。今天好罪恶。